开采陷阱，还怪我。我跟你说，谁知道那个陷阱在那边哦？出门不看路，直接踩下去。当然是没有在看路的呀。难道你们有在看路吗？有啊。可恶。还有什么？我要去那个鸟巢里面看有没有你。为什么我每次捡完你就跑过来？你要鸟毛吗？为什么我们那个上面有一个绳子的图案，对不对？那个好像是灯。对啊。那个是米奈放的吧？就骷髅的吊灯。是吗？对，因为我没有绳子。Oh. 我有放上去了。好。楼上也亮了。我先来存个档好了，免得等一下发生什么意外。不会啦，不要这样想。不会有嘞。我就不信你画画的时候不会一边存。我都真的是一次画到完才存档才想到说我忘记画画。就会各种惨叫。对，那天我就在 RP 就缩在角落，人家问我你到底怎么了，我说我梦到我画了30分钟的图没存档。我就窝在旁边。还梦到。做噩梦啊！然后醒来又发现我在医院的角落了，让我冷静一下。阿菊嘞？我还在登录中，到底？阿菊，重开好了。好。你干嘛没事把门打开开？这游戏能什么 ？VR 能吗？你要 VR 这一款哦？有没有，我看它选项有啊。哦，可以啊 ，GTA。我是没有 VR 那个啦。我想买，可是兔子阻止我说买那个东西干嘛？我觉得那个还没有很真的很成熟我觉得等之后吧。哪一个？你说 VR 吗？我觉得 VR 的技术，说真的，我觉得还没有很成熟。是哦，就是还在那种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假假跟就是怪怪的那种感觉。我想要等到就是我的目标是等到像那个 SAO 一样，我就直接躺下睡一觉就可以，对，直接睡去我就可以穿越异世界，然后你们就不。这也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我。你上一次去环球影城是什么时候？我上一次去环球影城应该也有一两年，应该有一两年了吧？有，你是去年你有去吗？我看一下哦。你忘记了？我不记得啊，我不记得。躺在肥宅快乐椅上面啊，肥宅快乐椅，对吧、啊？就是一个肥宅快乐椅，看起来超快乐的我也想要一台啊，那个就等那个啊，等，反正我跟你讲，等一旦那个出了，我就立刻买一张椅子，然后把我们家所有的吃的东西都变现换成点滴，然后吊在我的身上。你那手跟脚越来越短，退化。就是那个瓦力的啊，我再也起不来。对。瓦力的那个，这是未来的人类。看一下哦，因为我应该都有排行程啦，如果我有去的话，所以我去年我去年十二月有去，但是好像没有去。菊雨来房子这边，没有去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想跟你说，去年三月那个。哈利波特啊，不是升级了吗？你说它变成四 D， 对，四 D， 嗯，超帅的，真的、哦，完全戴那个 VR 眼镜可以直接肉眼看到，超爽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，是吗？嗯，我第一次去，可是后来我再去的时候就变成要戴 VR 眼镜了，又变成他可能在测试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。那我记得，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没戴。对，可是我现在很想去那个奥兰多的环球影城，因为它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设施多了一个海格的摩托车的云霄飞车。摩托车？菊有看婴儿头吗？
好小哦，酷吧？哎，你那个修理锤怎么做啊？按摩棒，就石头放上去就可以看到有了。好，叫维修工具。好，我是喜欢拿来到处挥啦，很好玩，而且打人不会有伤害，我敲你头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找不到吗？等一下哦，不是要两根棒子吗？要、啊、怎么放一根棒子？哦，不行，我这根棒子已经被列为武器了，所以我不能再丢进去了。哦，你又合到那个哦，劣质的什么刺枪还是什么的？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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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之前原本有一根棍子，我要合成，然后就不小心弄成装备，它就是一根棍子而已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办法把它拿来再做我另外的合成。哇！哎，我缺一根棍子耶，你们有没有棍子？给你。你放在那个啊，放在那个架子上，我去拿。哦，对呢。我怎么没有了？我怎么会没有这个东西？棍子吗？对对，棍子，棍子。我没有办法给，要怎么给？你放这边，放这边，这里，放在这里面。哦，我很多啊。你是想打人是不是？超多，超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哇吼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看你头上怎么有好像羽毛的东西？你看，你看朵朵头上。那个。怎么办到的、啊？什么？哪里有羽毛？你是粘了一大堆。应该是破图吧？我觉得是那个、啊、升级你的斧头。那是他斧头升级后。然后一堆羽毛。超屌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拿换掉就没了。这个啊。哒哒哒哒，你跟我一样啊！啊，他在我的背后哦，不然你们怎么看到我？欸、又好嘞、欸。没有，这个是斧头，这是斧头。刚刚他是拿修补的，你换修补的。你看又来了。为什么 bug 吗？朵朵，你不要动哦。拍照。我截图给你。好。来，西瓜甜不甜？不甜。好了，我传了。好。饿了。我们家的田是跟房子融在一起啦。对 啊对，要出去采。要不要把它采果实？哎，那个果实为什么我在外面采了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就吃了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它会打地板，然后它有时候会掉种子。哦，要打哦。哎，要打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看到那个是蓝莓，蓝莓不能种。哎、欸、啊！如果、哦、为什么没办法破坏这个花？那如果因为关掉啦。哦，现在关掉了吗？哦，关掉啦。现在要打猪才会有，对不对？那种花花草草。对，你要在外面看那个，就是如果它有花，什么金针花还是什么花，然后你打花，然后它有时候会掉。嗯，好。已经破坏了。再弄一个在后面，不是沿路一直这样敲门敲过去，敲墙壁。哎、欸，有行李箱哎、欸，开过了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们要去野人的村庄去抢他们的行李箱吗？我们可以去抢他们的绳子。哦，还有布。我们等一下就去干他们的绳子。要去飞机失事的那边吗？好啊，那边村庄比较大。而且那边的布比较多啊，对啊，已经布快用完了。好吧，我一块大的花布。走，现在花布要用什么？现在吗？要木头，我们堆了一大堆。你可以睡觉啊。有人进来了，有人进来了。梅子吧。我啊，我要怎么再进去？哎，加入游戏。你可以加入游戏啊，我都自己来，不受邀请自己来。我们几个人？八个人吗？我们八个人。啊，现在不是哦，别我好友那边。没吗？他在说别的事情。好友，我的好友，你的好友，然后到我的名字后面有
加入游戏。嗨，有吗？白天喽。很大。看得到日出吗？看得到、啊。去上面看。去上面看。可是日出是在另一个方向。哦，那边那边。这样。啊？有沙威玛吗、啊？日出啦，日出啦，什么啊？沙威玛。沙威玛。没有。日出是在另外一面吧？那边、啊、在亮。另外一面才是日出吧？有啦，相信我啦，两边都在亮哎、欸，两边都在亮。哇靠，它两个太阳是不是？没有，相信我，太阳是从那边来的啦。哪一边来的？那边。这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你们互打，我被揍了。我回到斧头了，对不起。我道歉。是那边吗？来，我们赌多少？不要，他又没有，他又没有太阳。赌一个硬币。太阳显示有啦，那边亮亮，黄黄的。来赌一个硬币，虽然硬币是不知道拿来做炸弹用的。啊哈！来饭吃起来，我们要准备去探险咯，记得身上带着零食。这个这么黑是可以吃还是？可以啊。黑的都可以吃，超黑。零食带满哦，零食也可以补血哦。有怪有怪，进来了！哇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很开心哎，他跳超高哎，没问题哦。阿姨真 happy， 我没有零食哎，怎么办？没有零食是手手跟脚脚，可以带哦。你按你一不要久按就好了，你一按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带一些，看你喜欢手还是脚。哎，这边还有好的啊。法器带更多。带鱼，可以带鱼，带肉，带手手脚脚。这是婴儿肉吗？天哪！没有哎、欸，婴儿带不走。没有婴儿，是兔子，谁这么残忍？是不是？躲什么躲的？是都是肉，躲什么躲的？是不是兔子最好吃。哎、欸，我们兔子好像生了哎、欸，生了啊！原本四个变五个，你们再努力一点好吗？现实世界的兔子可没有你们那么不努力啊！现实世界没那么快啊！现实世界兔子不是四十天就可以生一只？我玩到现在还没四十天哦。那我们再用一个兔子笼，越养越多。这个是一个陷阱吧？这是陷阱的，放得下吗？进去。哇！我的天哪！站起来了！是不是小兔子啊？没有，没有，看错了。走吧，我们走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没有水？是不是也要做个水袋啊？不然会不会渴、啊？没绳子做水袋啊？那我们先去拿绳子。来，再存一次档，再存。有吗？再存一次档，先存档。这不是只要朵朵存就好、哦？魏文讲，我们的位置好像也要自己存。好啊。好，我们要去哪？往那个干绳子，先去干绳子、那個。往那个房子那边走。啊，最后一个关门。他们不没有要走这边呢、欸。我没有要走门的意思。为什么要走门？走，干绳子喽。绳子里、欸，我跌倒了。哦，你们你还好吗？那边我们拿过了。等你们啊，你们好了再讲。哎、欸，这边没有哎、欸。那个拿过了吗？我拿了两次了。我才拿一次哎、欸！我今天上线的时候拿过了。你别走，等等我，你停在原位。哎，好多！多多左边，多多你的左边。哇，来了！头上有一根的。干，他往下，他蹲下多的剑。哈哈哈！
干嘛？好，智能，他智能好高哦。这爆头判定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报名团。是啊。好啦。走吧。那就别带了。憋了，憋了。走哪儿？哦，走那边吗？对啊。谁射箭？哎、欸，又有，又有，又有三只哦，三只，一只爬树，一只爬树。哎、欸，蒙眼的哎、欸，树上怎么有一个东西在跳来跳去啊？蒙眼，你还有办法左闪右闪？你太厉害了！太假了哦！超强，你是看台仔？是的，是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走走走！哎，有只鹿。顺便收集树枝啊！树枝，树枝，这里好多哦！哇，打到你了，抱歉。梅梅子刚刚用闪的闪掉了我的毛哎、欸！松鼠死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拿到松鼠的头，吃掉头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刚才第一次用这个叉子叉到活体的哎、欸，活体。对啊，我之前顶了不起就是叉鱼吧，没有叉到陆地上过的。我记得走路按一还是 R 好像可以拿到那个哎、欸。不一样。就是种子啊，我上次就这样沿路按R就拿到很多种子。就一吧。是一吗？应该是一，只是因为它很小，我们就不晓得。往右边，哎、欸，等下下去之后往右边走吧。不是先上去吗？上去吗？你快去那走吧，就走哪里？我记得要先上去、啊。对啊。我记得在上面呢、欸，我上次是跳下来的。因为我没有死掉过。有啦，我们上一张地图有死掉过。哎、欸，我渴了，我喝个水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没渴，我是饿了。不能爬那边吗？那边可以吗？那跟着繁星走。我不知道啊。没事，总是上得去。哎、欸，蓝莓。为什么溜下来了？蓝莓，吃蓝莓。这个吗？这里。打哈那个。被吃光了。啊？什么？这边还有啊，这边很多。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这边。这里也没了。这里啊，这里。我这里还有，我这里还有两株，我这里还有两株。没有拿到，真没了，真没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没拿到，这有，这有，这里有。还是没有种子哎，大哥。蓝莓不能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上次有种。我第一次种的就是蓝莓哎。可是我打掉它没有哎。我才想说，就是为什么拿到？我在想是几率哎，因为我有时候身上都会莫名其妙虫种子。对吧？哦，随机的是不是？哪部？哎、欸，保险这里没有开过。哪里有没开过的？这里啊，那个主机。都可以开？不能开。可以啊，你就打它，它就会开了。主机可以开。没有开的保险啊！我要去飞机上面拿药。这个不是主机吧？这是那个叫什么？上得去吗？上得去吗？上不去吧。可不可以盖个东西上去啊？可以啊，那平台应该可以上去哦。好像一直上上乱跳来上去。
就繁星那边的小花乱跳。嘿，免费的药。怎么上去啊？Ctrl 加跳，然后之后上来之后狂按跳。Ctrl。我是刚这样子啦，我就是一个人蹲下来，看看要不要让你踩。来，可以吗？等下先上去。来来来，可以吗？你在干嘛？玩跌落海？有办法吗？哎、欸，好像可以。有没有像？有没有啊？盖梯子啊！我那么累干嘛？盖梯子啊！盖个梯子啦！哦，我上来了！好啊，盖梯子。是简易楼梯吗？哎、欸。对。速打。会动，会不动，会不动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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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要弄死我？没有。刚刚也没有打到你好吗？刚刚那个位置是打梅子、欸。差一点哦，差一点哦。刚刚位置就是梅子的、欸。你穿了一件 T 恤，还蛮酷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看你们怎么在盖房子吗？在盖我们吵架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！那个盖好了盖好了。都不用吵了。这空姐蛮正的，可是她手……你砍她，你可以把衣服扒起来。我也觉得。真的，你是砍她。借过，局借过。哦，借过。让我……哎呦呦呦！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让你进去，让你进去，蹲旁边。让我吃一吃这里正常的食物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这里有一个零钱盘要拿吗？知道啊。有，我们后来跑回来拿。东西放在上面就可以交易了。我过不去。哦。无法装载更多的药品。救鬼哦！哎、欸，我好像看到几个肉想往上冲哎、欸。肉条，薯条。啊，上来上来上来！哎、欸，我们要怎么继续往前走、欸？那个村庄在哪里啊？什么村庄？我们第一张地图那时候那个很大的村庄，那个不一样啊，飞机掉下来是随机的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记得我们第二张的时候有撞到过哎、欸。有吗？没有吗？我又在做梦了吗？没吧。好吧，那再来我们要往哪边走？去洞里喽。现在。真的？对啊，去看一下，不用走得很深啦。还是我们去找绳子。哦，好啊，不然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大探险。我们家附近还有一个营地，我没有过去，在海边。还有吗？在海边有个三角的。那我们家在哪里？这组右边。那个红色有锤子的啊，有锤子的图案那个。还是要先去紫色的那个旗子啊，带你们拿果子啊。哎、啊欸，等一下。不要下去！哎、欸，这边有，找到，好像是这个。有人吗？没有，拆他们的布喽。这什么？好恶！是用一只脚来那个哎、欸。汽油桶。绳子在这里。这好多骷髅头啊、哦。绳子，哇，是小的哎、欸，小的什么？啊，就只有两个绳子啊。拿到了燃料罐，捡到饮料，苏打水，捡到一颗球，哎、欸，这里还有饮料。没了没。哦。
现在就戳很多的草丛，戳来戳去。哎，有我拿到一个蓝莓灌木种，一个。我那天没有，你是用吃的还是用戳的？没有，我是打开包包看到。哦，所以是随机的吗？种子长什么样子啊？就有一个，就在包包下面。哎，我有两个哎，我捡到莴苣呢。哇，我们可以种菜喽。我那天种了三个芦荟啊。我觉得真的要那个呢，就是把那个草戳爆。你说不要吃，直接戳它这样子吗？可是好像也是运气，不是一定会有。因为我刚刚就是沿路这样戳，然后就它外面很多蓝莓，去戳看好了。蓝莓。你们好远呢、哦。嗯？越戳越远了。走吧，哎！哪里？来了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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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三个哎。他的内裤怎么在发光？那个是火把。哦。叫什么啦？我想叫啊！来了！我怎么能看到了？哎，丢炸弹哦！哎，有一只跑了，跟着他回他老巢。他会回他老巢？他会吗？真的会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说不定哎，我没有跟他过。我也没有，我以为只是乱跑哎。说不定就回他老巢了。他跑快了。我把他拿锅子。走，去哪里呢？紫色的箭头，不箭头啦，棋子。而没关系，还是白天。不然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拿锅子好。完了，我的口香糖没了。口香糖被刚刚小杂波打爆了。什么啊？一戳就爆嘞、欸。蘑菇吗？好像是，但是一戳就爆炸了。下面有一只哎、欸，树林里。为什么我没？左边下去了，不要管它，它没有过来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哪里？你往紫色的箭头走。哎、欸，两只。他干嘛？看什么？啊！看什么？叫你看。是啊，这一只嘞，在下面。这根是什么？掉了。哦，它会闪呢、欸，会闪。还我，我的护甲没了，都你害的。哎，芦荟长这样。我拿到这边旁边也有。真的有芦荟，还有人有没拿吗？哪里？有人有种子哎、欸，这里我拿了，没关系，你们拿，我身上还有。这样的芦荟是蓝蓝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就真的长得像芦荟样子。我那天也跟林宇在争执这个。到了。这边有个锅子吧，这里，老实的锅，老旧吧？哦，老实是什么？
拿不诚实的锅，很诚实的锅。这里有莴苣，这里有莴苣。哎，那不对啊，那我的莴苣应该是采来的，应该不是打来的。菊苣吧，这边这边这边有那个，居然是采来的，它会有一个种子的图案。菊苣，我眼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吧？我想说莴苣，我是要吃菜了。把老旧的锅子换成老实的锅子。哦，所以是用拔的。有一些果实不能吃哦，我忘记是什么颜色了。红色。黑色。黑色的不能吃。好像有一些有毒的果实，不是可以拿来做毒的戒吗？应该会有很多误会吧。那我们接到干嘛？回去啊，锅子拿到了。那大家那个，那个红色的旗子是什么？我忘记那个淋雨那时候讲什么啊，哥。锅那个吗？海龟壳吗？啊、还是不是不是，好像有说弓箭呢、欸，还是要过去？好啊好啊好啊。哦，说有很多弓箭是不是？有些有几个东西一定要拿，做不出来，武士刀嘛，电锯。还有刚那个讲的弓箭，对啊，啊武士刀跟电锯一定要弟弟拿，又是衣服这样的，好多，好黑哦，快走，梅子，我们脱队了。有。我这里超多行李箱。妈妈打行李箱哦。哎，拿到花哎，金盏花。你可以来研发化妆品。哎，上面这边好多药哦，这边有好多药。你是讲真的吗？有一化妆品研发。金盏花化妆水。金盏花的作用。消炎，舒缓。我要捡小石头，不是种花，我无法捡更多小石头。蘑菇哎、欸，是能吃吗？不行，会中毒哦。可是它可以戳戳吗？不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前面了，有更多的那、欸、啥？钱。钱可以烧了。饭锅。胶带，有更多的钱。这里也有锅子。哪里有钱？地上。没有捡到钱耶，也没看见钱。哦，炸弹，照明弹。找到了。好黑哦。哦。要什么开那个啊 ？L L L。哦，所以。L、哦。所以不是。这个红色的旗子就是你们做出来的、啊，对吧、啊？那个旗帜在哪里？嗯，学一下，看一下哦。看到了木棍标记。哦，好。啊，所以是箭矢，不是弓箭诶、欸。可这个箭是伤害比较高的箭欸，是吗？金欸，对欸，应该是箭欸，对啊，欸，都叫箭啊，都叫箭啊。可是我记得不一样的呢，就是这样长的，好像是的确有点不一样啦，对啊，一个好像是木头箭，那另外一个好像铁还是什么之类，看起来细细的，一个是现代的东西，一个是远古的。走吧，回家，回家咯。还好多布，等一下，好多东西哦，我捡一捡。还能捡哦？还能捡，因为我刚才没有很认真的捡吧。